台语歌王许富凯日前接下时德斯厨网络商城年度代言人，他化身帅气电厂为品牌造势。被问到平常会不会做料理，他透露疫情期间学会很多料理，拿手菜是番茄炖排骨，身边的好朋友都吃过，我是觉得蛮好吃的，他们就算难吃也会吃完，基本上都很善良。而近来绯闻女友曹雅雯被曝密婚事件，身为资深搭档的他也回应了。先前曹雅雯被周刊爆料早在7年前密婚，而老公则同样是台南人，当年就是在歌唱比赛中相识，进而交往结婚。后来他发声明否认此事，许富凯被问到此事，他坦言很久没有跟曹雅雯联络，上次因为工作见面已经是9月，我看到报道也吓一大跳。他直言曹雅雯很神秘，也没看过他的对象，除了工作我私底下很宅，工作上结束就会回家。许富凯也没有特别关心曹雅雯，他直言对方应该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也很神秘，但如果曹雅雯结婚，他会包上16888元的大礼金。不过被问到自己的感情事，单身5年的他无奈叹感情状况没有，接下来大忙特忙，有音乐剧同学会同鞋，跨年在高雄还有一些活动，明年在卫武营也有音乐会，真的没空谈恋爱。出生于1987年9月17日的许富凯，之前登上台北小巨蛋舞台举办时歌演唱会，但就在开唱前他还喉咙发炎，并特别前往医院打消炎针。他直言对此很自责，幸好开唱当天状况还算可以，因此评价时给了自己80分。演唱会嘉宾还请来田馥甄，而且恰好许富凯是田妈妈的偶像，所以田馥甄收到当嘉宾的邀约时特别跟他提出条件，一定要瞒着自己妈妈，因为要给妈妈一个惊喜。他也感激表示演唱会延期2次，没想到田馥甄都没有取消当嘉宾，并透露田妈妈时常传讯息关心他，让田馥甄吃味地对他说好像他的继父。而他在演唱会上唱到歌曲无声时情绪溃堤泪崩，表示这首歌是写给外婆的，在演唱时想起了过世的外婆，以及在成为歌手一路走来的心情，感触特别多。歌儿优则演的他还曾在歌仔戏团孟婆客栈中献出荧幕初吻，没想到有女网友私讯约见面，不过他却不领情，更回传一张被方佑馨亲脸颊的照片，表示有女朋友了。许多粉丝还以为他真的交女友了，得知真相后纷纷表示竟然不是曹雅雯。而事实是他在孟婆客栈中为逃避妈妈林美秀催婚，选择与方佑馨假扮情侣，但却被众人怀疑两人情急之下互亲脸颊，互动令许多网友大呼好友爱。许富凯和曹雅雯近些年一直被视为荧幕情侣，之前一同上节目时被问到如果以交往为前提互相为对方打几分，没想到许富凯自曝都交往10几年了，立刻让主持人下呆要他好好说，他还难得感性地说形影不离太久了，在路上还有很多婆妈都会问他老婆怎么没有陪在身边。曹雅雯也说太常在路上被问老公在哪里，还说满分10分他给18分，觉得两人缘分牵引太好笑了，不过只能说友情超满未达爱情，彼此现在是互相扶持的好朋友。除此之外，曹雅雯还自曝喝醉酒不为人知的一面，有次喝醉断片被许富凯送他回家后，隔天被问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才知道整晚一直赖在许富凯怀里。许富凯也爆料自己喝了酒相对清醒，还会去规劝曹雅雯不要失态，超级劲爆言论让观众笑到弯腰。回想这一路的演艺经历，许富凯出道10年以明日之星发迹，虽然在资源相对贫乏的闽南语歌坛却成了金曲奖常客，7度入围最佳闽南语男歌手，虽然被调侃是陪榜专业户，但前景光明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唱歌对他而言像是一种半推半就的游戏，总要父母逼迫着才肯唱。别人的童年玩得开心，他下课回家只能对着冰冷机器练歌背词，还得随时被推上台比赛，连老师都曾误会他家境出问题，否则怎会让这么幼小的孩子走唱。而许富凯的出生其实有点悬，过去他的妈妈工作太操劳，健康亮红灯，
接连罹患病症，瘦得不成人形，看了医生心还是不安，于是找上算命师。对方摸骨后断言，已有一双儿女的他命中还有个儿子，生下来才能解病痛。没多久，妈妈还真的怀孕了，在30岁那年生下了许富凯。许富凯小时候起床的铃声就是爸爸唱叶启田的歌。有回他随爸爸出席婚礼，在亲友力拱下上台演唱，被发现歌喉不错，于是从小学3年级起就被爸爸带着南征北讨，工地、庙会、墓地边的比赛都唱过。当年他不理解那是老爸在苦心栽培，十分抗拒，加上个性内向，根本没想过当歌手。而最可怕的记忆莫过于妈妈为体弱多病的他找了偏方，把腥味很重的生土鸡蛋泡即溶奶粉，好说歹说让他喝下去。许爸还要儿子多练日语歌，他曾怨叹没什么机会能和同学一起玩，只能在家练歌，一首接一首的唱。有一次爸爸在旁边打麻将，他被点去练歌，觉得太枯燥，就把麦克风放着说不要再唱了，结果严格的父亲怒斥并动了手，让他崩溃躲到房间。后来家人来劝说，也只是要他听爸爸的话，对此他笑说毕竟爸爸是一家之主。而成绩也不是太理想的他，直到初中变声才终于得以休息。此外，因为家里以前开美发院，所以他高中也就读美容美发科，可能真的抗拒成为歌手。退伍后他曾想以此为业，脚踏实地工作，就此和唱歌断开关系。不过因缘际会下，歌唱工作还是找上门，朋友介绍他到舞厅驻唱，爸妈一听当然举双手赞成，在他们心目中这是儿子从小磨练的强项。不过虽然他会唱的歌很多，却不懂乐理，不会看谱，知学好近的他只能硬着头皮低声下气去求老师帮忙写谱。短短一年，他就从每天上台怕到死，唱到很享受，甚至每晚唱到深夜都舍不得离开。令人更心疼的是，当时要帮每位乐手背谱跟沟通曲调，乐手看他菜鸟一个，会在表演空档趁他不注意时往他脚边丢响板吓吓他，日子过得心惊胆战，甚至还在舞厅里看到过喝酒猝逝的情形。而且那时每天收入不过500元，他数度想放弃的心思被妈妈看穿，每天就硬拽着他去唱歌。唱了7-8个月后，人生终于出现转机，就是选秀节目《明日之星》。其实那时他参加了2个歌唱比赛海选，结果《明日之星》先邀他参赛，若他选了另个选秀节目，演艺人生则又是另一番风景，可能无缘就此出道被看见。当时22岁的他，每个月在爸妈陪伴下北上露营彩排2次，每次必须用上2天1夜，因为入不敷出，一家三口有时借住妈妈朋友家，有时投宿台北车站附近旅社，饮食上则是省到极致，东找西找超便宜的面店，和爸妈三人一餐只花100元。那时他其实很不习惯台北的快步调，比赛期间未免影响成绩，他常整天不进食，直到录影后搭车时才吃，且一收工就和爸妈连夜搭车回高雄旗山。对他来说，那是一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日子，当时哥哥姐姐都已成家，他却对未来茫然无知，想到爸妈在他身上投注的时间及金钱压力如山重，更自觉除了唱歌也无以回报，于是期许要在最短时间内过关。幸亏他贵人运好，碰上节目制作人寇桑提携，对此他觉得是吸引力法则使然。在还未参赛前，许富凯通过电视得知寇桑，得知这位前辈对闽南语歌坛的付出及抱负，真正接触后，看似严肃的寇桑在他眼中是个爱聊天的大小孩。在节目中冲过20关后，他还接到当时尚未隐退的歌坛天后江蕙来电，邀他担任演唱会嘉宾，就此打响知名度。